蝙蝠的超能力。蝙蝠在黑夜飞行却不会撞到别的物体，是因为它们有超声波。蝙蝠的喉咙能发出一种人类听不到的声波，这种声波遇到物体就会反弹回来。蝙蝠用耳朵接受这种声波，就能知道哪里有障碍物了。人类的雷达就是运用了这种原理，制造出了雷达。